林书豪呢，在上个赛季中加盟 Plusi 的高雄钢铁人，在台湾又掀起了林来风。那今年赛季他又带来震撼弹，确定加盟新北国王队，要跟弟弟林书伟同队打球。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就是可能用说话说不出来这些情绪，因为都是我们已经聊了三十年了，能不能有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加盟同样的球队？所以。 我们两个都是感觉有一点不是真的，有一点那个 shock 的 feeling， 所以我们肯定是很开心，包括今天早上训练第一堂课就。 有一点奇怪，就是一直能看到他。林书豪呢，希望自己可以为球队带来领袖气息，希望为球队带来团结。然后呢，他们接下来也会再挑战东超，希望可以在东超拿下冠军，也希望新赛季可以冲击 Plusi 的总冠军。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最新情形，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彭内。 嗨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